仙草》，是秦腔优秀传统剧目《白蛇传》中的一折。白云仙为救夫命，冒死奔往仙山，盗取起死回生的灵芝仙草。怎奈陆鹤童子护守威严，经过一场激烈搏斗，终于取得仙草而去。Thank you.
先生，我乃白云仙，为救父命，退到仙山求取灵子。你且住，走。想着仙草乃是镇山之宝，岂能轻易赠送于你？劝你早早走去，若不然，剑下诛之。休得啰嗦，看剑！看枪！